甲虫第八弹，最近的新关卡是什么？好，我们现在打主线任啊，打主线任。让我看一下他有没有炎冬四天王的介绍。哦，有，炎冬四天王集合。我会改限定图案哦。未限定周间日期。你看看有没有活动好了，没有我们就打主线。那我们等一下出战的是新的，我们先用欧洲深山丘行虫敲行虫。以前小厨用这只。好 ，Go。小厨以前用这只是不是？好，来掏钱吧。啊，你的那个嘞？我装了。你什么？你先投，我拿给你。好的。啊，你要讲什么？要我是选他，我是小薇的。你选谁？你用那个好了，啊，随便啊，这个不用用的。你用冰的、雷的。你看一下活动有什么？而且我看一下中间，中间还是中间？假单人。嗯。我们主要先把活动过关，然后再打别的。因为我们活动已经打到第四阶段了。没有啊。我们打第四阶段啦、啊。没有啊。有啦，怎么没有？我都有录啊。我知道，我就这边没有。你今天都用一些你想用的，是不是？以前比较少用的卡，是不是？台湾刀堂。我们平常都没在用的卡片呢、欸。御宴都行金龟，我用这个，这个电徽章。你要没有看到，再来哦，雷之徽章。OK。好。完美喽。好，乱入打第五站。不好意思，那边那个饮料不要放在机台上哦。哦 ，SS 啊，好，打。第五站。第七站、第六站好像会打另外一个左边那个，打。第六站会 SG 啊，所以第六站也要打，所以要打。之前是不想打，可是他卡片不知道能不能过了。又是物质，他上一次不拿平板吗？这我们的吗？传家宝具，波特利。我们有这只啊，之前跟人家换的，跟一个姐姐换的。这只很强哦。没关系。哦，发动废强化。是这个兄弟的。一个大绝试试看。哦，好，他第一个会先刻大绝。我们不要出石头就对了，就剪刀跟布交错打。你干嘛使用他？他用是不是？那可能会出大绝，再几个剪刀。哦。所以他会连续出两个。好，没关系。等一下，我会。他连续出两拳石头。对，我等一下要出两个。来布的布的。秒掉了吗？哦，我们被封拳，剩四滴血。这么狠哦！别按。OK。哎，我不是给你钱了，你怎么又在挖我钱？妈妈那有啊，妈妈那有。哎，妈妈去付了。妈妈给你了，妈妈给你了，去，妈妈那边有。没关系，小心一点。华丽金属糖。华丽金属糖。结火剑蓝。这么帅、啊！哎，爆炸、欸！哎，先不要哈、哦，我们猜猜看，他连续三个，平时连续三个石头，一个布，所以等下第一个先布先出，等一下，布先出，哦，但是他可能说剪刀哦。
不知道。哇，他这个猜拳猜不赢哎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先不要。石头看看。布看看。剪刀。嗯哼。有大拳吗？我先带你帽子逛逛。我们在这一区而已。大拳了。应该要秒掉了。应该要秒掉。发动。尤戴克斯巨刀斩。应该要秒掉吧。因为你加他如果打八十加发动，如果七十就应该秒不掉。哦，九十三秒掉秒掉，还好，攻击够高。还好攻击够高啊！剑火剑结火剑蓝。开徽章。我就不是。他刚才出，我觉得他可能会出布，你出个剪刀试试看。好，没关系。然后他第二拳你要出布或石头。他刚第三拳出什么？这跟第二出第二，他好像还是石头，你要出布看看。那可是我见你出剪刀赢的，第三拳出剪刀赢的。啊，布也可以啦。他这样有出大拳吗？必强化追击伤害。要九级伤害，直接加。哎，我其实不太知道他怎么出哎。哦。炎之超级飞强化，华丽金属弹，应该秒掉了，刚好。应该是。哎，没有，他剩一滴血。二三滴啊。他刚才打二二啊，二一剩两滴。小心一点，不要给他出到大血，不要出石头，剪刀跟布。好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。好好笑哦，赢了，可是要重视心哎。其实。开始没有那么好打了、欸，对他有机会送，希望送。他送吗？他把就 SS 啊，过关会送 SS 啊。送是几率还是一定送？不知道。他一定送吗？一定送就好。他一定送啊。好，希望了。不然他不要送四星，你送 SGR 也可以啦。太贪心是不是？物质急迫。SSR 取得有机会 ，SSR 跟 SGR 取得，所以要看运气啦。来吧，哦，有，来 SGR， 来 SGR， 上次这样有 SGR， 上次这样，上次这样有 SGR， 上次这样我打到那个，打到那个，就是外面有黄金，然后又那个，打到那个缇娜的那个 SGR， 不是缇娜。缇娜的啊，可是不是缇娜的彩虹丘，是另外一个，有了吧？人出来？没有，没有人出来。哎，才 SR，SR 就是天。哇，没有了，可恶，运气不好。可是我多送一只四星的。可是我们这样组，它有强化、欸、，OK 啦。他会说送你一个卡片吗？会啊，看看啊，过关卡吗？他是说有机会啊，不是有机会，他要看有没有第五张卡，上次有，希望有，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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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不错不错，阿克达去，不动，可恶，那自己拍哦，你不要，给他自己拍，给他自己拍，不要，给他自己拍。你要自己拍？不用拍了。就我也有自己抓啊！今天没有那个，你要不要把衣服弄起来才可以？没有啊。等下再弄好了。哎，秋亮，你把衣服拿给他，外套，他才可以连打，他才能连打。啊，算了算了，好。阿克达俊，乱入。
第五站，阿克达去 SSR 取得。OK， 下一场。十五吧，十五或四，四比较好，四比较好，来个四吧。我们都快收集满了哎。这是吗？是。哇，赚到！赚到！两条线。哇塞，鞋子啊！两条线呢？哦，学习。神马大兜虫，哦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哦，两张。达尔曼秋行虫，哇，闪卡。赚翻！阿斌快点，给我，给。赚翻！给我，快点。顺翻，两张闪卡哎、欸！先这只啊，好，先这只，先打耳曼。先等一下，已经是闪卡了，嗯。闪卡。前面啊，前啊，可以，直接两张闪卡取得。取得。哇、哦，你的也好棒哦，漂亮哦。还没，预备，开始喽。哦，连三张哎，等于我们三张那个哎，八九，三张闪哎，两张闪卡，一张那个，还有一张，达尔曼，敲行虫，等一下在我口袋，等一下我给你，在我手上，快点给我，闪卡，大牙鬼神，那等一下换人哦。神马大兜虫，我们剩一颗星，就可以拿到最后的卡片。那等一下换人了，爸爸钱花光了。还没有，预备开始。OK， 好，先排队。卡片等一下，他们要玩，你卡片先收起来。卡片给我，下面那张卡片先收起来。好，等一下芭比拍一下，你先把卡片收起来。两张闪卡，神马大兜虫，非洲的灰石。等一下再来拍 ，OK。一场三张卡片，两张闪卡，一张两张 SSR 卡片取得。哦，这不错啊、哦，运气很好，今天运气很好。哦，两个是那个叫什么？冰果拿到，然后拿到一张 SR 的闪卡，然后 SSR 一张，很帅，今天神运了啊！达尔曼秋行虫、敲行虫、大牙鬼神，跟神马大兜虫的非洲的灰石，和阿科塔巨独角仙，这个是打什么？打乱路拿到的啊，一场乱路第五场，乱路第五场打到，不错，今天运气很好。那我们今天主要把主线任打完，也没有打完，就是剩两关，第四回合的主线任要继续打。好，那就先这样 ，OK。